右，在这边呢是我们的助理十四，开幕揭幕成功，圆满成功。日本时期所起的饮料里已经有九十档的历史，中兴整修的建筑也是台南市首栋纪念性建筑。26号中兴营运，饮料里第三代天野朝夫和一挂民众，将见证这历史的一刻。饮料里在日本时期有梦幻料亭的名称，经过两档时间，中期已经消失的表栋，委托台南阿哈饭店经营，并且号名叫旧岭十四。台南以文化立都，我们有很多古迹，也有很多历史建物，也有很多像饮料里这样子值得纪念的历史建筑。这几年呢，我们市政府很努力的修复啊，但是很重要的是，我们要怎么样让它有序经营啊，就是要活化。我们非常感谢，我们现在有22栋。啊，这个饮料里是第22栋，我们的历史建物跟古迹跟纪念建筑由委外来经营，啊，我们透过民间企业社团的力量，我们让这栋建物活化之后，我们还要永续经营，还要永远的啊让它能够啊持续下去，大家说好不好？好。刚刚开幕表演叫热兰遮歌手，啊，听说其中的女歌手是我们张建筑师的夫人啊，唱得很好。那，啊，最后一首歌叫做《流水年华》。我要说的是，人的年华会老去，会随着时间而老去，但是留下来的是什么？留下来就是有纪念性的建筑物。大家说对不对？对。这也是我们大家啊，努力在保存的，啊，我们大家啊努力的一个方向。环境局因为洪灾撞倒，已经无文化资产的身份，经过市府重新整修之后，2013年底重新对外开放。2015年指名叫台南市首座纪念性建筑，近一年办理公开招标，活化空间，由阿哈饭店经营团队取得委外经营权。